四球下列各是之几？一小题的话等于 sin 270度等于负一。第二小题的话等于负的 cos 三分之 π 减西塔加上西塔减掉六分之 π。等于负的 cos 六分之 π 等于负的二分之根号三。第三小题等于 tangent 145度减掉25度等于 tangent 120度等于负的根号3。